佢由麥加去，佢由麥加去麥地亞嗰度咧，就因為麥地亞嗰班人本來嗰人咧就係信一個神噶嘛，所以就可以做埋一個友好嘅聯邦啦。咁我想問，佢嗰一個神同埋佢自己阿木聖個神有咩唔同咧？即係簡單嚟講，係咪伊斯蘭講嘅主同埋基督教或者係猶太教講嘅主係咪同一個咁啊？可唔可以咁講？係可以。啊，其實如果我哋嘅角度嚟睇咧，主中埋主得一個，喺唔同嘅文化、唔同嘅語言咧，有唔同嘅叫法啫。即係同一個上做民主嚟。係啦，得一個做民主嘛？你問下我呢個做民主做咗太陽，咁你嗰個做民主做咗咩？冇你嘅我嘅㗎。咁即係基本上都係同一個做民主嘅啫，一個做民主，不同嘅表述。咁應該叫自己人啦，係嘛？點樣即係講 ？In fact， 同我呢個角度嚟講咧，唔單止係呢三個宗教。而是所有人類，所有人類我們認為是一家人來的，我們說我們是亞當的兒女，而亞當的兒女不是說就是猶太教徒才是亞當的兒女，基督徒才是亞當的兒女，穆斯林才是亞當的兒女來的嘛，只要你是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要你是人，我哋因為係亞當嘅兒女嚟，咁亞當嘅兒女就係家兄弟姊妹嚟噶嘛。仲有即係話講耶路撒冷嗰個亞伯撒全真子係。嗰啲咪會係第三聖神聖嘅地方？最一個其實佢早過麥地那全真子嘅，不過係啦，佢起嘅時間係早過嘅。嗱，佢仲去麥地那噶嘛？嗰時佢去耶路撒冷嘅時候。係嘛？嗱，佢係仲未去麥地那噶嘛？咁去到麥地那，佢先起依家我叫嘅第二個，就或者係第二重要嘅清真寺啊。咁呢三個清真寺咧，喺我哋穆斯林嘅嗰個宗教教義入邊，頭先講《古蘭經》十七章第一節提到啦。再嚟咧喺穆罕默德嘅生平當中咧，就加埋好多嘅先知，唔好忘記。我哋信穆罕默德咪係唯一嘅先知嚟噶嘛？啊，咁以前嘅耶穌啊、摩西啊、大衛啊，或者個個都喺嗰度咧。啊，所以咧係就係鼓勵我哋，如果我哋又去想去話，即係啊長途跋涉去探訪或者係走訪呢啲嘅清真寺咧，就係鼓勵佢呢三個啫，一個係麥加嘅。禁止，第二個是麥地那嘅，第三個是耶路撒冷呢個。至於其他嘅清真寺咧，就唔鼓勵搭飛機，哇，要山長水遠咁樣去嗰個清真寺。你去嗰度做咩？你要拜真主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拜嘅嘛。但係至於呢三個咧，係有歷史，有歷史嘅價值。啊，去之餘咧，就例如我哋順便，第一我哋去朝簡啦，一定要去麥加呢個清真寺啦。咁去咧。如果係順便，因為麥地那就係附近啫嘛，啊，咁我哋順便咧就去埋麥地那清真寺，啊，跟住咧同樣係順便咧去探訪埋穆罕默德嘅墳，穆罕默德係葬喺麥地那嘅，啊，雖然金頂嗰、那個金頂嗰個唔關事嘅，都唔關事，梗係隔離嗰、那個，係啊係，隔離嗰、那個。所以我想做民主，我哋話 Allah 就係阿拉伯名啫嘛。你其他嘅語言名未必係呢個名噶嘛。OK， 如果我哋用中文講，或者係老天啊，放生喎。咁老天唔通你嗰度有個老天，我呢度另外一個老天啊？或者係我哋中國有個老天，咁西方係另外一個老天啊？講唔通啊嘛。啊，當然佢哋嘅理解。未必是這樣，是另外一件事。OK， 所以我們不會說我們的主，其實主是所有不單是人類的主，而是眾世界、眾宇宙、整個宇宙的主來的。
賣就係我嘅賣，你嘅轉賣嘅，我哋賣呢種 concept。咁應該兩者唔係敵人嚟嘅咯，應該係，但係點解又好似好似成日咁樣？嗱，呢個我真係要睇下歷史啊，呢個好難講。係，老師你好，我咧就有四條問題嘅。OK。第一條問題咧，我就想問翻木星嗰個生平。係。喺2013年，木星喺一個麥加一個傳教時間咧，我見到有一張幻燈片咧，就係話佢嘅反對者咧，基於天父所獲得嘅權利，擔心咧有失去嘅可能性，咁所以咧就反對木星。咁我想請問咩叫做天父？就麥加，即係頭先我講嘅黑色嗰個咧，派咗嗰本書喺嗰本書上面有一個。即係你講緊係咪呢一個？這個咧，我哋叫卡啊，但係中文啫，中文翻譯啫，佢譯咗天房嘅，我都唔知佢咩天咩房，房或者得個天，唔知咩意思啦。不過唔好去諗太多，就係一個四方嘅建築咁得噶。但係佢會給予佢哋嘅權力，即係俾依班反對者。啊，唔係，所謂給予佢權力咧，係因為呢一個中心咧，佢係。宗教同埋商業中心嚟嘅，大家為咗呢個天房或者呢個卡巴咧，先嚟呢度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去嗰度做咩啫？嗰度沙漠乜都冇，樹又冇，草又冇，啲人就好似我哋今日，我先去嗰度。如果冇嗰個卡巴喺嗰度，幾乎冇一個人識得去嘅。邊個想去嗰啲地方咧？但係呢個係歷史上咧係好長久，阿伯拉罕。之後咧就又開始有呢、這個我哋叫朝觐，唔係朝聖，即係多數人講嘅朝聖係唔啱嘅。啊，咁啊，穆罕默德之前就已經有呢啲啦嘛，有呢啲活動啦嘛，所以來自唔同地方嘅人都嚟呢度朝觐嘅嘛。啊，順便做埋生意咯。咁啊，咁佢哋有咁多嘅300多座嘅嗰啲偶像，係咪個個嚟呢度拜嘅？如果是你沒有了這些利益，既得利益或者沒有了權管理這裡，就沒有了利益了。就好像我們某些地方的寺也好，廟也好，宗教場所也好，是吧？你那些什麼香火聖的嘛，所以大家是為了要保持這個，如果賣了你沒有了這些，沒有了收入，沒有了這樣那樣的，除了錢之外就要權的嘛。入邊咩嚟㗎？其實入邊冇咩，我睇下先。呢度有冇揾翻呢個？仲有冇啊？仲有冇？繼續，我想問翻咧，木星嘅生平咧，佢第一次接受啟示嘅時間咧，佢天使加百力木星去念經嘅。係。咁係咪引申《古蘭經》其實喺木星之前㗎啦，已經。係木星之前點啊？《古蘭經》已經木星之前。可以咁講，本身已經有噶啦，但係咧成為嚟到人間 ，OK， 就成為一本咧係好奇。而家咧加百利咧原本已經有啦，好似話咧穆罕默德之前已經有古蘭噶啦，只不過唔係一本嗰種咯，明唔明啊？嗰啲內容已經有噶啦，咁佢啟示俾即係俾加百利嚟教佢嘅時候咧，佢要記低，好似就只5句啫嘛。如果佢講中文，大家講仲係講中文，大家而家讀2次或者都記得噶啦，一樣。咁你一日你重複5次 ，OK？
你記唔記得啊？記得。重複五次喎。讀中文啊，中文啊，中文啊。可能記得。係啦，咁呢樣至少係重複五次嘅，至少我哋禮拜五次，至少重複五次咧，我記到咯，五句啫嘛。咁佢三年冇喎，嗰三年入面記五句啫嘛。咁再之後咧都係咁三句、八句、十句呢啲啫嘛。OK， 咁咧就記低咯。所以喺成本之前咧，成冊之前咧，全部喺度。用口傳嘅方法定係神記嘅方法，記嘅方法保存，保存嚟咧係記嘅方法。至於話嗰個你話穆罕默德之前存在嗰個咧，嗱我哋都唔清楚。呢個咧係仲係住嘅，我哋叫妖緣啊！啊，有嘅有呢啲嘅，我唔係好清楚啊。因為即係保存喺邊度啊 ？OK， 我哋叫做 Low Mahfuz 啊，一個被保護嘅，類似摩西嗰啲十戒咧啊，類似嗰種嘅啊。咁詳細嘅咧，你可以再去睇下。總之唔同學仔咧有唔同嘅解釋啊。即係降世俾啊，降世俾嗰個穆罕默德咧，咁穆罕默德記低啦。今日我記住呢五句。咁過兩日，如果係就啟示俾我十句，我記住之餘咧，有一個重複啊。咁樣再嚟佢十二十三年噶嘛，佢啟示就二十三年噶嘛。OK， 一啲嘅，佢唔係一次過。唔知我哋依家嗱一本《古蘭經》咧，佢哋嘅成本喺度噶啦，嗰、那個係後期先嘅啊。但係啟示俾穆罕默德咧係。逐句或者係逐幾句逐啲啟示，以便咧一個佢用到啊，同埋佢嘅生活相關嘅，同埋去解答問題嘅啊，咁人哋問咗佢咧，咁先啟示佢，教佢點樣去答啊，點樣去面對人哋嘅問題先咁樣逐句或者逐啲啟示俾佢，仲係一次過咧俾翻佢，咁佢用翻啊每一次。記低，同時咧要教俾身邊嘅人，身邊人咧就啊，好似我唔識中文啊，咁頭先嗰幾句佢教咗我，我讀出嚟，人哋識中文就寫低咯，啊一個記低一個寫低啦，即係寫係其他人記錄低嘅，但係記錄寫之前咧係腦呢度先嘅，啊咁就之後啦，再嚟整理成一本嗰啲咧啊。再有人嚟背嘅，整理出嚟好咧，嗱，你先背咁背出嚟啦，一背咪對咯 ，OK？ 咁背嘅人到今時今日，我哋識背呢啲古蘭經嘅人成千千萬萬嘅，啊！跟住我繼續想問嘅咧，就今日就介紹穆斯林嘅生平啦。係。咁老師你開頭講咧，其實喺伊斯蘭教裏面咧，其實有好多個使者，包括咗例如耶穌啊、亞伯拉罕啊、摩西。咁我想問咧，喺伊斯蘭教嗰個比重咧，穆聖作為最後一位使者，與頭先我所講嗰啲使者個比重係咪其實相若？大家都係平等嘅。係啊。至於話對我哋嚟講，對信士任何時代嘅信士嚟講咧，佢嗰個時代嘅先知先係最大。假設我而家係耶穌時代。我跟耶穌的穆罕默德是誰我不知道，摩西過了，現在誰是耶穌，即是我在摩西時代我就是信士摩西那個，是啦，跟著摩西啦，你可以亞伯拉罕呢，亞伯拉罕過了的啦， OK， 他是先知，包括他是之前，現在我是摩西時代，我跟著摩西咯，明白嗎？你不可以，摩西我不認識你啊，我不老跟回亞伯拉罕的啊！我哋祖祖輩輩跟翻阿伯拉罕念摩西，我唔識，唔係噶嘛啊！類似嘅耶穌時代啦，咁耶穌時代咁唔可以喂，我老爺跟翻摩西嘅喎，係嘛？你係耶穌唔理你咁多，我跟翻摩西 ，no 耶穌啦，係我哋都相信摩西曾經係先知嘅，阿伯拉罕曾經係先知嘅，但係而家我係耶穌時代噶嘛，明唔明啊？咁一千四百年到依家，係穆罕默德嘅時代咯。因為佢係最尾嘅一位先知。最後嘅先知。
最後同埋係佢個時代，就算最後我如果唔係呢度，我喺耶穌時代，咁你最後好，最後又好，唔關我事。而係我哋係佢嘅時代。仲有我哋特首咧，我哋而家個特首姓咩啊？姓梁咯。梁振英，我哋一講特首講邊個？梁振英。咁特首咧？過咗啦。曾特首咧？咁人哋一講一報道報道特首特首，喂點解唔提董特首？點解唔講曾特首？喂，佢哋已經過咗期啦。而家我哋係梁振英時代啊嘛。而家我哋講特首，梗係講梁振英噶啦。但唔等於佢哋兩個曾經係特首啊嘛。所以有一條問題就關於喺牧聖嗰個傳教嗰度咧，都經歷咗最少三次著名嘅戰爭啦。係有贏有負有和。咁我記得喺第一堂嘅時間咧，就伊斯蘭教其實都崇尚和平嘅。係。咁我問點解會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出現戰爭？唔該，老師。其實任何宗教，我哋喺我睇邊一頁，佛教、基督教同埋儒家、伊斯蘭，仲有冇？至少呢四個，我哋曾經喺一齊論壇講一個題目：和平同埋戰爭。如果大家睇呢個流程咧，佢嘅生平咧，要知道佢係被追殺走到佛利亞嘅，啲人仲唔放過佢嘅。但伊斯蘭又好，甚至係佛教都好咧，係真誠智慧。真誠智慧。真誠智慧啊！你自己保衞自己啊！啊 ，OK， 咁你睇佢哋去到麥地那嗰度去追殺佢哋噶嘛？頭先講嗰個地方咧，都係喺麥地那附近嚟嘅。嗱，奧胡德咧正在係麥地那，今時如果你要去麥地那咧，就喺麥地那嗰度。佢見到嗰個山啦，好好啲嗰個山啦，啊！即係麥加嘅人去到你屋企追殺到去到你屋企門口嗰度，啊！你仲乖乖坐嗰度，啊！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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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，唔係噶嘛，啊！所以咧係好多類似呢啲咧，睇翻古蘭經同埋喺呢啲咧，當時喺佢有呢啲經文一定有嘅，古蘭經入邊有嘅。不過咧，想問下你。同埋嗰個歷史嘅背景咧，啊，你睇一睇，係仲有冇？係。嚟翻嘅先生。都講得好清楚嘅，你唔可以雕刻任何嘅偶像，
OK， 亦唔可以做任何嘅偶像，無論係上天嘅、地下嘅、水入邊嘅。之後先話你唔可以崇拜偶像，你唔可以服侍偶像。其實所有嘅先知咧，都係反對偶像崇拜嘅。咁你一嚟，你就話俾人哋聽話，喂，呢啲偶像崇拜係錯嘅。咁你可以諗啦，明唔明啊？喂，啲人都諗我哋祖祖先先都係拜呢啲嘢嘅喎，你話唔啱先，你話係大罪喎。咁啲人會歡迎你咩？啊，呢、這個就係信仰方面，當然仲會牽連到佢哋嗰啲每一個偶像嘅背後嗰啲商業又好，啊，特別係嗰啲利益。即係而家就好似如果我守住呢個偶像嘅話咧，係咪嚟拜佢嘅人啊？又嗰個供奉啊，呢樣啊，嗰樣啊，係嘛？嗱，咁我用呢啲收入噶嘛？咁如果你反對佢冇曬呢啲嘅喎，所以從商業嘅利益角度又好，從宗教角度又好咧，伊斯蘭係反對所有，咁唔得就係揀幾個㗎嗱，我反對你呢幾個，我贊成呢、這個。賣嘅嘛，佢反對三百幾個都係通通都反對嘅嘛，即係你同大眾為敵咯。你唔單止係就係揀一批人，唔揀一批賣嘅，你係一嚟都你哋個個都錯我啱。你拜偶像做咩嘢？你冇拜偶像啦咁，啲人梗係唔制啦。啊，最關鍵同埋最緊要係呢度。其實好多嘅先知佢哋嘅敵人都係咁樣嘅，啊，佢哋都係反對拜偶像。就算係冇偶像，可耶穌嗰時係好似少啲嘅，因為喺猶太社會入邊咧，唔拜偶像嘅都係，係嘛？但點解啲人又話反對耶穌咧？係嘛？甚至係啲人同樣點解又反對摩西咧？呢個人好難講嘅，啊，講唔清楚啦。但係阿拉伯呢個咧係加埋咯。兩樣都加埋一齊，啊！你反對我哋偶像，同樣我唔可以接受。仲有，如果你反對偶像，我仲失去咗呢樣，失去咗嗰樣，失去咗好多利益，咁梗係唔俾你宣傳呢啲嘢咯。係，即係大家睇睇呢一個咧，就講呢個講加巴啦，嗱 ，Secret of 加巴。For thousands of years.